本节目由多重美味有颜有料更人性，喜欢你没道理的巧乐兹独家冠名播出。玩具本杀来小红书 APP， 本节目由剧本杀高手都爱用的小红书 APP 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番茄免费小说首席特约播出，免费看正版好书，看越多赚越多。站长出事了，解放时间到。在他暴露之前，我不喜欢。除掉了，查出谁是卧底。救命！救命！我有点喘不过气。你是梅花吗？你是杀手吗？你藏凶器？你是有身份。本节目由滋滋有味、他力值加倍、有颜有料更任性的巧乐兹独家冠名播出。玩具本杀来小红书 APP， 本节目由剧本杀高手都爱用的小红书 APP 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番茄免费小说首席特约播出，免费看正版好书，看越多赚越多。本节目由好奶好茶好喝不腻奶茶界的三好生依然行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不在家也能远程辅导的大力智能学习灯行业赞助播出。宅家无聊玩游戏就上会玩 APP， 感谢一亿年轻人都在玩的会玩 APP 赞助播出。本节目由 IP 联名多多多多到你想不到的名创优品赞助播出。爱奇艺 VIP 会员专享衍生探头探脑来探案，更多精彩等你来探。来随客上传二创视频赢好礼，还有更多精彩短视频等你看。上微博搜索萌探探探案，参与互动，助力萌探欢乐探案。我们首次召开 IP 安全管理大会，近日有很多的 IP 出现了问题，招募大家探索 IP， 寻找真相。哇，这是干嘛呢？这是准备穿越。我呀，我真到旧社会了。卖报卖报，我是保密局行动队的队长，好久不见了。有请一副站长。哇，副站长。站长好。我们这个局一共有三个处，行动处、情报处、服务处，把自己的位置给选好。一会儿呢，你们都去看看站长。我得到线报，梅花已经潜入我们保密局了，一旦查清谁是梅花，立即出卷，赶快行动。选位置了吗？选工位了呗。天哪，这场馆，哎呀，太像了。一比一还原呗。一比一还原，咱直接在这传个剧本吧，拍了得了。我是不是就这儿了？歌词本，行动处专员杨之游。这有镜子，那我就在这儿了。这楼上能去吗？情报处，那我就这儿吧。你看这儿吧。不是，这是我先发现的位置，你怎么刚刚就插上了？我是像花露水。你牌都不要了是吧？再见，写信。这里面才是最符合我的位置。你来干嘛？我先撤了，我先撤了。你给我指条明路行吗？就这儿吧。哎，这是总务处啊。那我就总务处了，大家都选完了。我坐在自己位，你不是说能发现什么东西吗？对啊，那也许你会有什么发现呢？这是什么呀？哎，没有头啊。哎，杨之游到。我这儿有一本卧底的自我修养。卧底的自我修养，卧底很会察言观色，小心你身边那个最不喜欢说话的人。你是杀马特吧？你是包裹。哦，好好好，谢谢啊。杀马特，这名字和你挺配的。跟你好像更配。谢谢。
找线索，不是到现在也没接住什么任务。一把刀。接呀电话，接呀！你们打到你这了，你不接？你接吗？我接，我接。好，我来。怎么着？我贝勒爷。贝勒爷就改成贝勒爷了。什么外卖啊？48年还有外卖呢？喂。就是说有一外卖，他说有一外卖，然后挂了。这绝对是有问题的。是吧？让我 let me check 一下 ，OK？ Let me check。喂，情报处，孙雨田，你就是卧底梅花，你与站长接头的信物是一把小刀，你还有一个同伴代号下山虎，找到他并且潜伏到最后。懂了，谢谢你王秘书啊，我知道了，我一会儿就去找站长啊。咱们干嘛呀？现在找到待会儿要去见站长送的礼物。哦，要找礼物是吧？那我去找一下啊。这可以给。咸鱼，这个送给站长可以哈？可以。这个挺好的，让站长提高智商。你说，这给你，你到时候给站长说，你说站长让你提高智商。我送几本书吧。你是来这儿做家政的吗？不是，你们把那几个地儿都占了，就剩总务处了。我一进去都是条子。我问一下，总务处其实就是家政服务公司，小时工。哎，给站长送礼去。站长，带了点家乡的特产给您。咚咚咚，请进。副站长。我第一天来报道，想送您一份书，就是想送给您我最珍贵的东西。送书跟送钟有什么两样吗？啊，不一样的哦。你就差送我一口钟了，拿走。您不要呀？给您送礼吗？什么东西？当地最好的墨水，我给您买过来了。拿着你的墨水，你可以出去了。好，记住啊，以后永远不要给我送礼。好的，站长。副站长，全京城最好的笔墨。好，谢谢。站长在哪儿啊？站长，站长，你怎么回事啊？这不是第一天来上班吗？过来看看你。我从来不收礼。这哪是礼呀？这是我的习惯和作风。这不是礼，拿出去。我这样，您不劳您动手，不劳您动手。站长，别抻着，别抻着，我给您拿着。哎呦，您瞧瞧，好。站长，好的红木啊，打造的这个洗脸的像。站长，我想送您一本书。过来按摩了。是不是我们要把这礼物送给站长啊？走，现在请注意，到保密局一楼大厅集合。快点送吧，快送！就这屋，这个站长，站长，到保密局一楼大厅集合。站长，我们来送礼来了，这两本都给您吧。对，没地儿送。你看，借我一双慧眼吧。转身的，这是转身的椅子。我们得去集合了。对，拜拜，站长。啊，你们就送这个小礼物就走了。是啊。站长，我想问这儿谁是一把手啊？我们都想当一把手，现在我是副站长。哦，您是副站长。刚才让你们给站长送礼物，没有让你们给副站长送礼物。站长在哪儿呢？送错了。他们是副站长，我们要给站长送，你们转转。我去把礼物收回来，送错了。这个副站长送啥都收呢，他怎么这种人呢？不送给他也收。咚咚咚咚咚咚，副站长，抱歉啊，回头
后再跟您解释。啊，这边 ，sorry， 回头再说啊。没事，我干点活去啊。嗯，我去干活去了啊。好，我干活去，干活去。你不是送错人了，你上错节目了。哎，站长好。这位是来给站长送礼的。铁进。我感觉红雷在后面掏着枪打我，丧不打眼呢。站长好，哦，站长，啊，站长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这个处理的处花，站花，杨绿红，杨红绿绿，杨红蓝，杨红蓝。哎，这又进来一位，我是黄公子，给你一礼物，这个笔墨。是我用30个金砖换过来的，今天让他出去吧。怎么了？你怎么能这么对待李黄公子啊？我是公子，你这就有辱我了。站长，我送您礼物。站长，给你带点东西。黄梅树。这是我当年《好声音》转身的时候，那灯啪啪啪一拍，我就唱。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个清清楚楚明明拍啊。嗯，回头我会拍。明白吗？先把它放这儿。这您不知道吧，现在在咱们国内是 top 顶流了，这个歌唱家那英子。所以我就借着这个机会我唱首歌。好，看看我们来吧。我看我能转身吗？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南。这是对暗号了，满山遍野。可以了，可以了，真的可以了。我听说啊，这个苍鹰行动名单极为机密，只有站长一个人知道。好了，不要随意讨论。快工作。啥？你们啥行动？啥行动？你这耳朵你就别听。啥行动？苍蝇行动。苍蝇行动。刚说完就忘了。什么？什么行动？站长，给您定制的这个红木的这个洗脸架。好多谢。站长，你小心这个人啊，这个人太可怕了，笑里藏刀，笑面虎。我有3721那人坏吗？离我远点。你能出去吗？我跟站长。我不能。你们快出去，拜拜。我陪站长再唠会儿嗑。这是小礼物，您刚来，吃个水果啊什么的，就能用上。你有袜子吗？我没有。他后边叠了个袜子。对。为什么那么怪呢？你有没有？你快说。我真没有。这局里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以去吗？没有什么被关押的人吗？这里。这边有一个情报员，好像被关住了。关在哪儿的？一楼。那个。哦，这不是监狱吗？你好，你好，你好，兄弟，我是新来的。你们这批新进的学员呢？你怀疑谁，你就选一个人，我就会给你相对应的任务。你如果完成，我就会给你线索。我选这个。啊，这个太难了。那我选那英姐。杨之游。啊！我不喜欢，我不喜欢，我害怕。没有。我不敢进。哎呦，我知道你的身份特殊。他用他的家乡方言，也就是青岛的。青岛的，他青岛的。如果你完成了任务，你的线索全部隐藏。这个东西，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任务。为什么？你越不把它当任务，这个事情就越好完成。我的任务就是帮所有人完成任务。
真的？就是如果你完成不了，你就可以找我，但是你也得帮我保密，我会在暗中帮你操作这件事情。咱们上那边，上那边，上那边，这边。这有摄像头吗？有啊，那你的呢？我这个在哪儿？我看看你的。等一会儿，你不能看了，现在。130年，100年。这是什么东西啊？一会儿别人弄我的二号。保密。你们老是神神秘秘的在这里干什么？你拿的是什么东西？那我知道，拿了手套。你们两个是坏人？算了，我看我也看不明白。你看到我的那个袜子了吧？看到了吧？确定了吧？现在你用你的家乡话夸我一句。用家乡话夸我一句。快！我现在谁也不相信。别以为拿了个袜子就能唬我。黄公子不是你这么好欺骗的兄弟，把我当傻子。所有的探员们注意了，请到二楼培训室进行询问。请到二楼培训室进行询问。来，娜姐到。哇，测谎仪。为了检测各位探员的心理素质和抗压能力，按照保密局的惯例，对你们新来的都要进行测谎试验。我们测谎采取一对一的方式，一方提问，一方回答，有问必答。第一对，杨之友，杨之友，这就到了。杨红兰，杨红兰，二杨，仪器做好准备，不能说谎哈、啊。这个仪器是真的是测谎仪吗？要连到你的手腕啊，手腕，对。这怎么成直线了？哎，你这咋直线了？你这我是不是要走了？要去世了？这这哎，撒谎的话是就这形状吗？还是说谎波动的会更严重一些。哦，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预备。我心脏已经开始跳了。开始。你最讨厌蒙探里的谁啊？最讨厌蒙探里的谁？这几个人。今天我最讨厌的就是黄三路，他拿了我的衣服一直在那拽，我们都忘了那衣服是你的了，就真的忘了，因为穿在他身上好看哟。我问的温柔一点的哈，你觉得我们蒙探里面谁真的很笨，谁真的很笨？你就可这些人霍我是吧？我包括我吗？不包括你，你想说自己第一是吧？那谁第二笨？黄子韬，黄包子，这个是心里话，我跟你讲。为什么他笨啊？因为他老装作不说话的样子，想让自己聪明一点。因为他怕多说多错。对对对，他不说话就想让自己精一点的样子。花露水专业躺枪。这么多年拍戏以来，有没有在哪部戏里动过真感情？说。哎呦，太狠了，太狠了这问题。没有。请看那边。哎呦喂，乱了乱了！我家钥匙一转头，被你们激动。是圣诞树，圣诞树。圣诞树。不是，我真的很平静。我刚刚回答说我跟没有说，你们说，然后我才。哎，激动什么？不是，完了完了，大家都激动，然后我。动了感情就是动了感情。说明入戏了，挺好。No， 我们是一个专业的演员。谁呀？没有。我怎么问啊？啊，你随便问。哎呀，对，有点紧张，有点紧张，真有点紧张。你先来。那我问了也播不了啊。要问啥？你先问。你还是人吗你？能不能播？我们先听听。哎哎，波动了，红雷哥那边。红雷哥就凭你这句话有点激动。没事儿没事儿，还没问呢。雷子，你玩得起是不是？当然了，英子，你有没有女朋友现在？没有，因为啥没有的？我没有遇到喜欢的。你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
有跟异性喝过酒，除了妻子之外的女性朋友喝过酒。是单独还是一帮人？一帮人有，单独绝没有。好男人，帅帅雷雷。你近六年拍戏的过程当中，就是有没有对妻子撒过谎？在近六年拍戏当中，没有。眨眼的频率有所增加，我发现。我说能再聊，我说我哥说要戴眼镜呢，我哥的点不在后边，在前面。你觉得我跟王菲谁唱歌好听吗？浪姐里头，你觉得除了你之外，谁还魅力跟你还能够抵挡一下吧？你是梅花吗？还没问呢就完了，你光是听到这名儿你都慌，我是不是机器坏了？完了，医生快点上点镇静剂吧。太狠了，我现在知道这节目咋回事了。很凶险呐！如果有一个巧乐兹给你，你会给你团里的谁？必须选一个人。这是个挑战，这个小马吧？为什么是小马？因为我们队长。最佳伪装奖，孙红雷。这个叫好巧，队长。我觉得茂哥，你应该把这个奖。给你小时候关照过的那个小妹妹，好，但是你啥事儿？妈呀，出事儿了！中华女子学院实习学员马上要毕业旅行了。妈呀，出事儿了！中华女子学院实习学员马上要毕业旅行了。快走，集合了！集合！什么事儿？什么情况？什么意思？我抓紧。怎么了？好严肃啊。好。好。站长出事了。站长。跟我过来。都赶快过来。站长死了。妈呀，这不是站长啊，站长我见了，这脸没这么白呀、啊、没必要真的弄个死尸在这儿吧，你有毛病啊。妈呀，站长什么色号的呀、啊、口红这是什么色号的、啊、这吐血了是不是？你们能不能认真点儿？就你在那儿先瞎说。就目前来判断，站长很可能死于中毒啊。中毒？你们现在谁都不能离开这间房间半步。你们查看一下现场，搜证，找出凶手，证明你们自己的清白。这写了一个小心歪地。杨迪，杨迪，我不是杨迪。我是杨之游。那你本名叫杨迪？没有认，我不认识这个人。我叫杨之游。小心杨迪。站长写的手册。那英子说要为我转身，恐怕是话里有话，不知有何居心。表面上看起来乐呵呵的，人醉不可放松警惕。放松警惕。我就是给他，我就是刚才把我在好中国好声音的那个转身的那个灯给了。说清楚，不要紧张。我说话本来逻辑就不强啊。那英子跟杨迪哥，所以你们两个是凶手。没有我。等会儿。我告诉你，我就一直觉得你就不像好人。哦，你就拉踩我。孙雨田看上去虽然颜值很高，但年纪不小，不知为何老了还在做实习探员。他那双迷迷瞪瞪的小眼，额头的美人尖，似乎藏了太多的故事，怎么看这个人也不太聪明的样子。一看就是社会上混过的人，不过我觉得他情绪不太稳定。怪不得你一直让我出去，我进来一次救我出去，进来一次救我出去，绝对你有问题。不是，你还在这跟我演？对，我早就看他不像好人了。一进这门，我就发现你跟杨子不靠谱。我？为什么呢？我发现你做贼心虚的时候，你看你就那劲儿就不对了。我就死活认定你了，你不是好人，你肯定不是。
毒物报告出来了。啊，报告出来了。咱们先确定大家都送了什么东西。我送的这个小黄鱼还在。你呢？凤梨酥。凤梨酥。你是啥？书。杨红兰送的死亡笔记，真会送，直接给人送走了。我送了笔墨。雨田兄，你送的什么？你送的什么？我送了一张报纸，哎，就应该在这里边，一个文件夹里边是一张报纸，丢了，哼。然后站长看完了以后说：“哎呦，这个报纸上说的是那英子的演唱会。”站长啊，你说你死得真冤，我的演唱会你都没看你就走了。英子，我觉得这站长啊，你死得太惨了。杨枝甘露，你要相信我们。我又叫杨枝甘露了。好，他现在的状态有点狂躁。那我怎么能相信你？你现在一直在反咬他。我没有反咬他。那万一如果你是，但是你想让我们所有人误会红雷哥是呢？哎呀，你怎么还墙头草呢？不是。我们不是在一起找坏人吗？是找坏人，但是我现在，你对于我来说，你们都是嫌疑人。来来，都坐下来来。这英子你确实是就上来就死咬住我。我就死咬你了，我今天就看你不顺眼了。问题我们都没提这回事儿，刚才几个人都不搭这茬，就你一个人死咬住我们俩。凭啥？我凭直觉，直觉。破案不能凭直觉，不能凭直觉，凭什么？不能凭直觉，凭证据，凭技术。我把这毒物检测报告念一下，行吗？好，好。毒物检测报告，所有现场找到的礼物上，以及死者附近的物品上，均被检测出毒。咬了一口的苹果有毒，但桌子上的苹果没毒。那就是刀有毒。啊，刀谁送的？刀是这位先生。英子，你能告诉我你怎么知道刀是我的呢？对呀、啊，你怎么知道刀是他的？哎，你瞧瞧，看见了吧？这俩一唱一和的。他是因为你一直在说我。你们俩一唱一和的。我送的是报纸，我送你报纸呢，哥。你们谁记得红雷哥拿的是报纸？啥意思？我手里拿的是不是文卷？我没注意他拿，但是好像拿个夹子，夹子里是什么我不知道。如果里边是刀，会不会嘎啷嘎啷嘎啷响？你为什么一个报纸你不直接拿着，你把它卷上一个卷放档案盒里？说，那个刀有没有可能在卷的那报纸卷里头？你在这儿了？跟荆轲刺秦王，图穷匕现。我拿报纸。就这样就裹着就没声了。不，你刚才拿出来的试验，当场试验有没有紧紧的呀？当场做试验。那你就故意这么摇、哎？咱俩私奔那么半天，总得有点声吧？你来弄个没声的。你是不是一直这么拿着呢？你走走看，有声没声？走大点，跑起来。没声。符合逻辑。英子。我问你，我明明送的是报纸，怎么你就知道是刀呢？我记得好像你拿了一把刀。我在哪儿拿的？就是不记得。你看，全是漏洞。这个刀和谁在一起？什么情境下？就这么大点地方，你直接说就行。有看到是吗？我在二楼，我们俩对坐情报处。我就看见他那把刀了、啊、你是看见了对一把刀你解释一下我在一个抽屉里拿到了这把刀是给站长的礼物同时这个档案盒里边有一张报纸我是作为这个鱼目混珠然后扰乱大家视线因为我不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是卧底那么我为什么隐瞒了这把刀呢因为这把刀我当时拿的时候谁也不在身边没有人看到
那么谁要如果抓这把刀说是我的话，那他一定有问题，对吗？对吗？因为没有人看到你送刀。对，没有任何人看到我拿刀送刀，那么谁抓我拿这把刀说事儿的话，那就说明他提前知道这把刀是在什么地方，是在我拿在手里交给了站长。有人一直在咬哈。那这谁？我这位就是看见在你的办公桌上看的刀。那就是说我从抽屉来以后大名大放摆在了桌子上。对。那英子你现在已经完全暴露了。我暴露了？你看看刚才是想不起来，现在就是在桌子上看到什么，你能自圆其说吗？这个是太奇怪了。其实就是有一个人送的礼物是有问题的，就是在这儿。刚才按你说的，那这把刀是没有问题。是。然后你继续往死了踩我，我觉得你是有身份的。行了，我说完了。我们为了保住我们大家的性命，必须要明白。你要掩盖什么呢？我不想掩盖什么，因为我发现的证据站在那儿，你无缘无故对着站长就唱我的家在松花江，第一遍没人搭理你，第二遍的时候杨子跟你唱了一句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你觉得他们俩合伙作案？是的。哎呀，打配合用什么手法不知道啊，应该是他们有一个手法。对。我大姐是这样的，就是不能凭借一句话我们就判定是他，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证据。我还是保持我的态度，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调查，调查清楚以后再说。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因为站长他要去个书店，他务必今天要赶过去，那边有一些特别的线索指向这个卧底，很有可能。我们去吧。图书馆看一下站长要做什么任务。我已经知道是谁。我说的对吗？嘿，你还不理我了？你发现我说的了吗？一定是松梅跟杨子他俩一块在咬我。你还是摇头。你没有那么绝对。怎么就不可能两个一起？你是真聪明还假聪明？你相信？你看我你看结局。我是一点不相信。你看结局吗？去书店。书店啊？对、嗯、你们带着啊。带走。走走走走走去书店。走去书店。巧乐兹新产品刚刚到，上过广播上过报，有颜有料超好吃的巧乐兹喽。哇哎哇哦，这是巧乐兹吗？我们一人吃一根，吃一个经典。我们先赊着，我们一定会付的好不好？未来那个付。谢谢卡乐兹。哎，咱们那个叫什么樱花叫什么？啥樱花？那个卧底的叫什么？梅花。梅花。梅花同志，你好，你好，你好。其实我也是梅花，我俩搭个伙吧。那看来你应该不是，你都继承樱花。这樱梅花啊。啊，你自己身份都记错了。樱花，樱花，梅花，好吧。我能相信你吗？你能相信我吗？我能不能？能。真的吗？必须要相信我。咱们得先找出一个卧底跟一个杀手，那就咱俩联伙。现在我跟他们说的我是卧底，因为我要套出卧底是谁。哇塞，你玩的够深的。我跟红雷哥说我是卧底，所以我一直帮着说话，我就是想看后面能不能找到线索。新文化书店，来，朋友们。走走。哇！哎，您好，您好，你好啊！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那个，站长今天下午本来应该过来，是不是？他没说吗？嘘，咋啊？咋的了？嘘，不让说话。啥意思啊？这是？今天学生脾气不好。
热翻了，他们拿那么多凳子，他怕你们扔出去。哇哦，哇哦！你们吴站长啊，在我这儿借两本书，书呢得你们自己找。啥玩意儿？什么意思啊？啊，这个书他哦，他借了书还没拿到。对，什么内容的书？哎呀，这个书叫，好像是我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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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头的书，好像是。不能再撕他们了，你要保护一下他们，这样你才不会被暴露。你懂我什么意思吗？我不懂，你先别岔我。哎，等会儿，王子高，你这一下就彻底够了。不是你，刚才你是在试探我。我跟你说，别交易了，别交易了，咱先找书。这样，别吵吵。哎，就不安静，怎么了？有毛病吗？我们就有毛病吗？我们就哎呀，不是他吵了，他，我们都没吵，我们都安静。哎，完了，晕了一会儿，吐了。哎呀。哎呀，转上来，又你发什么？咋还斜转？问题是你转我，你鞋怎么还飞了？这四个彪形大汉转我，把他们自己鞋转飞了。好吧，我得看看我这个刚偷来的名单。嘉莹、世莹、大头、金莹、中华、绿莹、蚂蚁、苍蝇行动名单。你是不是卧底？你别装了，我是杀手。你要保我，懂我什么意思吗？你要保我？许芳，你是诈我？我问你两句话，你回答我就行了，你不用问了。说，你是诈我，还是你是什么杀手？我是真的杀手，但是我需要一个卧底。再见，帮我。再见，我现在知道了。你帮我，那你就把暗号给我对上。说了，我们先把娜姐杀死，然后我把暗号跟你对接完，好吧？又开始了，行不行？你用青岛话夸赞我，不可能。大概六个字，不可能。你相信我？你要夸赞我？行，我夸赞你，把他杀了，我绝对夸赞你。要不然这合作绝对没法谈了。我第二个，我先把你给杀了。你要是不服从我的话，那你就不是卧底，我肯定杀你。但我觉得那英不是，他不会撒谎，他绝对到不了那种程度。我觉得你换另外一个人选，那就先把沙溢杀了。沙溢，我觉得有可能。我觉得沙溢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我咬我们的人都要杀。啊、哦，我能信任你吗？你相信我？从一开始为什么给咱俩这个毛巾？我觉得你没身份，你跟我是一样的。不可能。那你先把我的暗号给我，然后咱们什么都好聊。我说话你信不信？那我只能先杀你。拜拜。写信。哥，我说实话，你要没有身份，都对不起咱这演技。你们以为这里只有梅花吗？我现在怀疑还有其他人。十分钟啊，计时开始了。你走吧。他们在看我。他们看你出不出？不是看你们的书，别看我，没事的。啊，忙各位的，我不出声。走，拿那个，我的快乐星球。OK, no problem. 你们怎么进去的？是他了。
有完没完？安静一下！干嘛你？这是个学生，知道？他长得不像学习的样啊。您是哪位？好吗？你们一点原则都没有。到底是要吵还是要安静？安静啊！安静一下啊！你们时间到了。很遗憾，不是，不是啊，我们让别人来拿。告辞，好不好？下一组进去拿。拿书都不对。行，咱俩来，咱俩来。要这样爬吗？要这样吗？你是这个意思吗？走啊！你看你们长得像看书的样吗？一个个的，这家伙还在这装，还都学习呢。不是，这你拿在这，你这是假的。这个是不是真的？哎，我这个可不可以？我这个可以救我一命的。好，那我们对个暗号。好啊。喜欢你。没道理。获得好巧徽章的人可以加多十分钟挑战机会。好，挑战。好了，快接着去吧。我找到了。是吗？有纸条吗？快拿出来！哎我，哎我，你有病吧？你干什么？你是不是有病？我真你，不，时间到，正好十分钟。去杰克咖啡厅的杰克那里，他知道不少保密局的事。希望这些书对你们有益。以后你们要看书就上。番茄免费小说 APP 里面有很多悬疑谍战题材的影视原著，全库100%的免费看。现在下载，新用户最高可领88元的现金红包，看得越多赚得越多。好的好的，谢谢啊！我们穿越回去以后就下载番茄免费小说啊！祝你们顺利，谢谢。番茄免费小说啊，免费的啊！我就是一本小说，来读我吧。再也不来了。杰克咖啡馆，对不对？走。杰克在吗？你好。Hello。我们找一下 Jack。我就是。杰克，你和保密局有关系吗？我和保密局以前有关系，请坐。以前有关系。别的没有，就是这一条线索，必须得闭环。你现在说杀谁，我跟你可以，我不批，先把杀一杀。但是我的这个任务你得帮我完成，先杀完了再说，我怕你一会儿不杀了，因为这个对我很重要。那你一旦要是反悔了呢？不帮我完成这个任务呢？两码事，先把这个完成。那不行，你
要这么聊的话，子韬，咱俩就别合作了。我知道那个，就是我会帮你完成，我肯定会帮你完成。什么时候？一会儿把他杀了，把杀你。杀完他，立刻杀完杀你，帮我办这事儿。可以。你看着都等着咱们呢，你感情呢？是不是？你看你拿出来。你俩干嘛呢？杰克等你们半天了。杰克以前是吴站长秘书。一人乳矿奶茶。哎呀，正好我饿了。来来，妹子，走着。来，叔，早上见。喝一口，喝一口，高兴啊！今天录的开心，开心。喝喝喝。杰克兄，你快给我们讲讲你以前的。给我们讲讲我们现在的问题。吴站长走了，他留下一个线索，说你知道我们保密局的事儿。嗯，怎么回事？是这样的，我现在呢，没什么心情跟你们聊站长的事儿，因为你们也看到了，我这个店里面生意啊，非常的差。你都不在乎有人死了哈，你就只管你生意。那必须的啊，先关心我自己的那个生计问题啊。那个呢，没人信，有点经营不下去了啊。主要是因为我有比较特别的客人，比较难搞。你们如果能帮我把客人搞定呢，我就再考虑一下要不要把线索告诉你们。好。哪儿呢？哪儿？上客人。上客人。哎，你看来了。难搞的，哎呀，这杨迪，你的，我妹吧，这不是？咋的了？这心情不好成这样呢？老规矩，来奶茶。我这位客人呢，在我店里面喝了30年的咖啡了。妈呀，越喝越清心寡欲，他就特别想心动。哦，没有心动的感觉。没有。各位，心动了，想个招。能不能让他心动一动，好不好？他看见我这样能心动吗？嗯，这样的。他都没看你。来，小朋友们先来一下，好不好？施展一下自己的魅力。上唱歌。为了我们的情报，是不是？我喜欢会跳舞的。他喜欢会跳舞的。舞蹈完了。加油。Music，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你好看吗？睡眼朦胧，素颜随意，近点儿。满分的美丽，照墙里红橙黄粉薄荷绿，青蓝紫色系，各有各美丽。偏偏在朋友圈的银河系提出疑问句，爱这里独行。哇哦！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你好玩吗？幼稚兮兮，爱恶作剧，笑话我傻气。好是好，就是太年轻了点儿。年轻也不好吗？哎呀，喜欢老的。红雷哥，雷哥，有老的，我们老的老的，有老的。这个行吧？这岁数，具体岁数就不跟你报了，肯定够老，肯定够老。Come on。霹雳舞！哎呀哎呀！可以可以，有那么点意思。好是好，就是有点太成熟了。太成熟也不行，有一个在中间的。我喜欢这一款。你这款喜欢这款？我喜欢这款。我们的命就寄托在你的手里了。哇，来了！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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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be this is reckless and stupid. We can get it back once we lose it. Only doing it if it feels right. Could be too much, could be too much, could be too much if you cross the line. 在一起，在一起，谢谢，在一起，太感动了，在一起，太感动了，怎么样？太感动了。你们听到了吗？
心在跳，动了，我感动了，耶！三十年了，没有。给你，谢谢。我们还在后面找。哎，杰克，快点，找到了。我找到让我心动的人。太棒了。我会勇敢去追求爱的。加油。我走了。线索，线索，线索，线索呢？现在我打电话。啊？打电话，认定你了，好开心。你又哭了，子涛。我太感人了，我太感动了，太神奇了。对呀、啊，他也哭个神奇。你用什么招给弄成这样的？一下就全部进入人格魅力，谢谢。太棒了，你们不要这么问我，这一个专业演员应该做的事情。什么跟什么呀？三分钟不夸自己就难受。这是我的一些专业，太专业了。我觉得这孩子 professional。您先聊点别的吧，聊。搞定一个客人了，下一位客人，下一位来了。请坐。这位大叔呢，是一位退伍的老军人，见识过大风大浪，精神已经麻木了，他就想哭一场，但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流下过眼泪，所以呢，需要各位想尽一切办法让他哭出来。哪位先上？爷爷，爷爷，您能听得见吗？太过分了！等一下，他不理我。你觉得爷这么多年不会哭，是因为耳朵听不见？你给爷爷来一段，你带动一下他情绪，你给他一个规定情景，比方说。失散了，你终于找到他了。那我要红雷哥配合我吧。好，可以吗？好。你说吧，怎么帮你？您戏特别好，您带着我吧，咱俩演一段，我们让爷爷感动一下。我觉得。老哥哥，我们合作过吧？在潜伏里边。哦，真的。咱们俩就只有一场戏，对吧？我认出你。好久不见，我特别想大家。很难再碰到这么好的剧本。然后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向这些经典的好的剧本致敬。加油啊，一直在碰面演戏是吧？加油加油加油。很高兴见你。好，真的很久不见啊，我记得你，我记得你。我看你头发都白了，然后我都五十了，那时候我才多大？谢谢杨子啊，给我这机会。就是进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很难受了，我看你头发白了。进来的时候就看着了。对对对对对对。感谢节目组吧，这么有心，我觉得他们很认真地看这个剧了。然后我相信，潜伏这部戏的粉丝们也会认出你来了。但是看到这个白发，可能有一天我也会这样的。但我看您一直在很努力的，不好意思啊，又一次合作。我
情绪失控啊。谢谢谢谢。刚才红雷哥这个完全是这么多年来对默默无闻的其他的那些演员一种感激哈，一种情感的一种表达，一直在红遍这么多年，既平凡又伟大，就是啊，你说他一直在，我就觉得，然后满头白发，那个时候还是个中年人，我觉得节目组有心了，太像样了，我觉得啊。我现在来告诉大家那个线索，快说吧。在站长的办公室里面有个密室，那个密室里面肯定有你们想要的东西。嗯，走吧。辛苦了各位，谢谢啊，拜拜。走吧，再见。简直了，简直了。保密局里有密室。你还看谁呢？这站长都没了，你看谁呢？哎，哇！